章第一节到第七节，罗马尼书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节，欢迎台语和日本来读。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一节安尼讲，咱这个下的人应该要担待，下的人会软弱，唔通求家己的欢喜，予别人。咱个人就予厝边欢喜，予因得着好来建立。因为基督也无求家己的欢喜，就是照所记载的讲，人伫骂你，会伫骂到你我。因为早所记载的，总是要教示咱再来去，予咱对吞论、对圣经的安慰来得着捆绑。愿受主温暖安慰的上帝，予恁大家同心志，照基督耶稣，予恁一样心、一样嘴，应当上帝，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父。现在，所以着三接纳，亲像基督嘛有接纳恁，至到应当归上帝。咱今仔日的经句就是咱的第七节。咱做伙用台语来念一遍，来。所以有三只人，亲像基督将来降临，预告应当归上帝。